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虫虫唐虫胜，我是陈宇，大家好，我是笑安，我是林在培。我们现在要来挑战 L 的政治金头脑的快问快答考验，好久以前，苏贞昌，当然就是苏贞昌，苏金琼琼琼琼，六都啊，我只知道柯文哲，新北就是侯友宜，桃园市长郑文灿。来自于林佳龙吗？都找出来了。好，卢秀燕。高雄市长韩国瑜，台南市长，黄伟哲 ，KMT 是吧？跟那个，国民党是 KMT， 民进党是 DDP， 大党。那个柯文哲那个，时代力量不是柯文哲时代力量，民众党。民众党。民众党，对，八七，对嘛？你问这个，我们那时候做了那么多功课，这个字我记得，1987，你就北七，对对对，我记得。天王，伊拉克，林肯，啊不对不对，伊拉克，对，纸牌屋，纸牌屋，哦，纸牌屋，鱼儿，你觉得我是可爱的人吗？这个也可以，有啊，